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免请，台语安尼写，免请。华语的提高警觉，台语讲免请。诈骗集团阁有新手法，警方呼吁民众爱免请，唔通掉掉受骗。啊，若下暗风台就会到位，你爱看免请嘞，注意老租厝的状况。形容人手脚敏捷，工作勤奋，台语嘛会当讲免请。像讲，这个巡逻脚手真免请，头家真恶劳。脚手免请，麦当讲脚手免捏，动作敏捷。面大头家娘脚手免请，人客规厝间嘛是一下仔就处理好势。免请免，脚手较免嘞，唔通遐尼啊高速。日头有够免，唔通曝伤久。下烧水火真免，才一打久啊，水就滚了。啊，那灭火是很强的大火，讲炒青菜都爱灭火快炒，菜才袂熬黄，才会好食。灭另外一个音命，命好难得高滚，火虽然勇猛，嘛拍袂过一大阵的高阵，都是寡不敌众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灭青实在真趣味。